胖胖虎，嗨嗨嗨嗨，来订阅喽！各位观众，想不想知道世界各国最有名的塔是什么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高高最高的哈利法塔，滋啦滋啦电波塔，东京铁塔，一闪一闪浪漫的埃菲尔铁塔，弯弯斜斜一座塔，嗯，比萨斜塔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再去看看长得很独特的塔吧。像个大飞碟，是开空转塔，长得像只大毛笔，乐天世界塔。我们长得像不像吉隆坡双子星塔，三颗珍珠滚呀滚，一二三，东方明珠塔。哇哦，这些塔